影嘅集曲喎。佢分別會為我哋帶嚟兩首歌嘅，包括係《摩拿爾汗》同埋《舉杯吧朋友》。而呢兩首歌咧，一首咧佢就是一個電影插曲嚟嘅。如果個電影咧係由紅遍半邊天嘅新疆美女啊迪麗熱巴所主演嘅電視劇插曲嚟嘅喎。而另一首咧就係佢哋每逢喜慶嘅時候都一定會唱嘅歌曲，就叫做《舉杯吧朋友》。呢兩首歌曲咧有兩種唔同嘅感覺送俾大家，尤其是係第二首喎，一聽到咧，哇！唔知點解就會感覺到好有節日嘅氣氛咯喎，特別啱今日呢一個場合啦，今日咧能夠喺呢個舞台上面咧咁靚啦，後面有咁多燈飾啦，跟住我哋仲做咗咁多唔同嘅節目俾大家玩，而且咧我哋咧仲有幸啊可以聘請到新疆嘅藝術團咧過嚟為大家演奏嘅喎，實在係一個非常之難能可貴嘅機會嚟嘅。而我哋咧呢一個嘅唔同嘅彩燈會啦，一直咧都會繼續維持嘅，而且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喎。好啦，接住落嚟咧，我哋啊就有請我哋今日嘅演唱者，佢就叫做祖力皮克爾麥麥提，佢為我哋帶嚟兩首嘅電影插曲嘅。The performance is coming up next. Please enjoy the performance.大家好，我们变成了一个心中的烈火在燃。